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劝贤，大家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劝贤给获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哪边呢？第六页是吗？到哪边了？第六页。啊，第五页的后面的。第五页后面的最后一段。哦、那个善男子大涅槃者，哦，这边呐、啊。即是知佛如来法界，哦，那个大涅槃。我们假如说只有涅槃的话，跟生死相对，那假如说有加一个大涅槃，它就已经超越那个相对，是已经进入绝对，就是独一无二的大涅槃者，即是呢知佛如来法界，所以进入到那个绝对体的时候，就是佛的法界，如来法界。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也是这样，就是一个绝对体。我们呢都要这个体会。那么如来毕竟呢不受女身，为欲调伏无量的众生，故现呢这个女相。所以啊，那个佛就可以。没有形象，它可以现象。那现什么象呢？佛自己可以决定了。决定要现什么形象。要调伏啊，那个女身的话呢，就现女相。那么视线阎浮提中呢，这个饥饿节起呀、随其所需呀、攻击饥食。就是供给呀、那个已经很饥饿的人呢，有东西吃，然后啊，微缩呢，微妙呢，正法，这个给他先吃饱了，然后呢，才说微妙的正法，然后令其安住啊，无上的菩提，就让我们能够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上面。那么众生呢？贪着三界，即为说法，令以四处，就是让我们众生离开这个三界。那么度众生故呢？为说无上微妙的法要，就是说这个最上圣的佛法，让众生呢都能够成就，回到了自己的本位。每一位众生呢都是佛。那么为断一切呢？烦恼这个苦，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一切呢都是烦恼，种植无上的法药之树。那唯一呢拔济之外道故，为说正法。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心外起法呢，就叫外道。就是在道之外，外道。那么虽说视线为众生思，而心痴无众生思想，没有那一种高下高低的阶级的观念都没有。那么唯一拔济之下见故陷入其中而为说法。所以佛也会示现就是下等众生比较困苦的众生非是呢恶业受是生也不是呢这个恶业这个推出然后显现那个比较下贱的这个身是为了要度比较那个
层次比较低的哦，这一些众生。那么无所积聚呀，哦，以时知足，就是啊，不会积聚呀，在凡尘，哦，所以这个佛定觉力呀，三依一波以外，剩下的东西呀，都不能呢，这个留在身边，哦，这样呢就容易修道，所以无所积聚。那我们凡人呢，都是啊累积非常多的物质，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啊，有负担，然后也比较烦恼多，然后修持呢就把这一些物质啊，都呢撇开身边，不积聚在身边。那么在吃的方面呢，不挑剔呀，只要能够吃饱养殖色身，身体呀，能够呢啊这个存在了就可以。那么如鸟啊飞空，鸡呀，不可寻，好像那个天上飞的鸟飞过了以后啊，你不知道它是飞哪个路线，那个鸡呀就没办法去寻找。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凡尘啊帮助众生，可是那个帮助众生以后啊，你要去找他怎么样来帮助众生呢，你都找不到痕迹啦，就是帮助人都不落入痕迹，让人家呢不知不觉。那么有为积聚者啊，即生闻贤，假如说要累积啊很多的，那么这个呢是属于声闻，就是呢比较呢这个我们讲那个下圣一些这个声闻修道成就啊，就是阿罗汉声闻。那么无为积聚者啊，即是如来行，无为无所作为，所以我们知道说不落入有为啊，是无为的话，都是从佛性呢出来，无为，然后积聚，就积德啊，累积啊这个善行跟道德，这个呢就是如来所行持的努力的方向目标。那么义德名为食之主，也可以说呢他在吃的方面啊，都已经饱了，都知足了。那么若有贪食者啊，名不知足，假如说贪吃啊，这个吃的呢肚子都胀了然后也贪好的，那个叫不知足，不知足啊就有烦恼。那知足呢就常乐，时时快快时时刻刻都很快乐。那么不贪食者是名知足，不贪吃呢就已经啊能够知足。那么积难行者啊则尽无上菩提之道，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积这个行过以后做过以后啊，那个留下来的痕迹啊，让人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个呢都是有为之善。那无为之善啊，就很难去寻找了出来，那很难寻找出那个善行度化众生之行。那么已经啊接近了无上菩提之道，就已经呢能够进入啊那个最上圣的那个佛的领域呀，菩提之道。那么机不可寻者啊所谓涅槃所以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没有变的话，如如不动的那个居相就不可寻找机不可寻。那么涅槃之中呢无有日月星辰之数星寒热风雨啊生老病死，所以啊涅槃之中没有这一些现象。我们凡尘所生活之中的现象在涅槃之中呢全部都没有都不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落入现象落入凡尘有形有相
就有这一些日月星辰，然后寒热风雨生老病死。那我们佛性本体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呢，都没有这一些事。那么二十五有就是我们讲的知有啊，这二十五有就是三有三界。那么离知啊忧苦即知烦恼如是涅槃如来自处啊常不变异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有因有果啊叫有那全部的明晰的说啊有二十五纲要的说有三界三有三有就是三界，二十五有啊是把三界详细说我们上个礼拜啊就有详细讲那如来呢他已经都离诸忧苦及智烦恼都没有忧苦烦恼。那么如是涅槃呢是如来所住的地方住的地方所在是如如不动常然后不变异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常住啊不迁不会变动。那么所言大者大呢就是摩诃啦尽虚空啊遍法界叫做摩诃叫做大。所以大已经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呀 水火风土我们也叫四大。因为水佛风土呢它各人都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那宇宙虚空呢就是这个水火风土。啊所以宇宙虚空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叫做色。水火风土啊就是形象就是色。然后啊虚空呢就是空。然后空跟色、它是合在一起。我们呢大部分啊我们所看的就只有这个空间。不知道空间里面啊有水火风土。那水火风土啊就是色。那色跟空啊它不二是一啦。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研究道理要了解老子就讲说常有跟常无那有跟无常住的有跟常住的无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两个合起来有它永远的有无永远的无就是佛性本体所以讲的文字啊不同意思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修正者所讲的就让我们能够知道所追求到达究竟的目的啊就是常有跟常无那常有常无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啊我们所要追的因为啊它不落入现象所以啊不会变化不会生灭也常住不迁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了解透彻了解了以后我们修起道来啊非常的有自信我们都相信自己啊真的就是这个不生不灭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因为我们还没有很真正的去领悟证悟所以啊都有一点怀疑那或许刚好最近啊在北部啊就印一本那个谢谢你我们在这边讲的啊那个谢谢你那个书面资料呢已经印出来了那可能再过一两个礼拜我们会记下来所以那个或许就看了以后觉得说不管你有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不管你有没有求道来看都非常适合
哦，都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还觉得说还很不错，因为还讲时间呐、啊，民国一百年，还讲地点呐、啊，台南同一个，啊，所以哦，哎，就哦可以哦了解说那个来源。那个时候我们讲《道德经》，哎，讲到四十一篇，所以我们听《道德经》四十一篇啊，就是在讲谢谢你，就是老师做的哈、哦、那个歌啦，谢谢你。然后讲说哈、哦、一个多小时，现在哈、哦、台北的道经把它已经印成书面资料，好、哦，那我们可以看的话哈、哦，听了马上就过去了，可以看的话，你可以慢慢欣赏。哎，或许这个昨天晚上啊就看一遍，早上起来又看一遍，我说哦，这个很哦，觉得老王卖瓜了，接着说哦还不错嘞，哦，所以我们哦了解说哦，我们在这个凡尘啊，啊，说我们本身呢哦都是佛，我们都不敢承认。哎，因为哦，毕竟哦，我们离开我们的本位本来的地方太久了，落入凡尘啊，哇、哦啊，已经哦不计其数了，哦，不知道这个转世了多少生多少世，多少个缘会啊，我们都在流浪，哦，都不知道回去到我们的哦本来地方，啊，所以呢，哦。当我们讲到说，哦，如来的自处躲在所在，哦，各位要知道哦，只要落入形象呢，一定有生灭，那有生灭就有变化，哦，啊，所以我们佛性呢、啊、没有形象，啊，它不生灭，没有变化，如如不动，哦，那我们能够切实体会了以后，哦，切实知道，切实体会了。哦，如如不动，没有形象，嘿啊，所以啊，或者说那个谢谢你的四面资料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无心呐、啊，哦，说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有心，有心有烦恼，有心呢有哦争执，然后有心呐、啊、就有哦这个怨愤，那全部的心都没有，也就是没有心意识啦。全部都没有了哦，什么都没有了，哎啊，即心就即佛了，或者看哇，简单明了，哦，真的蛮欣赏的。所以哦，手言大者啊，哦，其限广博，哦，非常广，哦，广阔，然后博大，哦，犹如哦，有人哦，寿命啊，哦，无量。哦，明人大丈夫，哦，说这个寿命无量，唯有我们的佛性啊，哦，才可能哦寿命无量。那么世人若能安住啊正法，哦，明人中圣，哦，如我八大人觉，哦，这个啊八大人觉呢，就是指修习达到。解脱者、哦、所具有的八种觉悟、哦、这可能我们也有看过、哦、这一本、啊、八大人觉，可是、啊、我们、哦、可能没有、哦、进入内容，我们觉得说、哦、那个是、哦、一般、啊哦、在、这个小圣法、哦、在研究的，那假如说我们稍微知道、哦、那个解脱啊的八种觉悟啊，哦，第一个，就是世间呢无常，我们凡尘啊，哦，都是没有常态，一直变化。第二个呢，哈、哦，多欲啊为苦，我们欲望很多啊，那个苦就很多。第三个呢，心呐、啊、无厌主，哦，越多越好，愈多愈好了。拢无吼，安尼讲好啊，我已经有够啊，吼、哦，心无厌倦。第四个呢，吼、哦，懈怠啊，堕落，这个我们大概都不承认啦、啊。没有啊，我很努力啊，没有懈怠堕落啊。其实啊，在不知不觉之中哦，哎，这个有一段时间可能啦、啊，哦，会很精进啦、啊，吼、
啊，会很努力，可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就懈怠了，哦，就堕落了。哦，第五个愚痴啊，生死，就是啊，我们对生死啊，都毫不在意，哦，生就生，死就死，叫愚痴。那么第六个呢，贫苦啊，多怨。哦，第七个啊，五欲啊，哦，过患，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享受了。哦，我们的身体啊，哦，这个眼耳鼻舌身，哦，都要贪呢这个欲乐享受，变五欲啊，过患。哦，第八个呢，生死炽然，苦恼无边。哦，这个生死啊，就是哦很热烈啦，生了慢慢长大。哦，啊，老了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哦，又生，生了又死啊，就这样，哦，啊，苦恼呢，哦，无量，所以这个是八大人觉，哦，八大觉啦，啊，因为哦，这个你有这个八个啊，就算大人，就已经到达哦大人的状态。那么比较好记的哦，简单的说法，哦，我们就把它浓缩了。第一个呢。哦，就少欲，哦，那个世间无常啊，我们欲望少一点。哦，第二个呢，多欲为苦啊，我们就知足，哦，那个就不会苦了。第三个呢，心无厌足啊，我们就远离，哦，远离这个心无厌足。然后第四个懈怠堕落啊，我们就精进。哦，第五个啊，愚痴生死，我们就正念。哦。第六个贫苦多怨啊，我们叫正定。哦，这个第七个呢，哦，五欲过患啊，我们叫正慧，哦，就有智慧。第八个呢，哦，生死自然苦恼无量啊，我们叫不细论。哦，就是啊，演戏的台词啊，我们都不用去记。我们呢，这个上台下台啊，这个努力演呐，啊，演自己就好。不用去记台词，要当演员，啊，要记很多台词，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是主角，我们也当导演，我们也当编剧，啊，哦，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呢，哦，都自己，啊，自己来，哦啊，所以，啊，我们就努力的去演，哦，不用呢再去记那一些演戏的台词。那么把两种八觉呢合起来，哦，意思啊就更明，哦，显明了，很明显。那么唯一人，哦，有，唯多人有，哦，是一个人有呢，还是很多人有？若一人具八呢，则为最胜。假如说，哦，这个八大觉啊，哦，这个八大人觉，哦，一个人具备，哦，那个是最好最殊胜。那么所言涅槃者啊，哦，无知苍忧，就是没有那一些毛病啊，我们身体的病啊，哦，都害我们，哦，很苦啊，哦，很惨。三男子，譬如有人，哦，为毒箭呢所射，多受，哦，苦痛。执以良医啊，哦，为拔毒箭，涂以妙药啊，哦，令其哦离痛，得受呢安乐。哦，是医疾病呢，尤以诚意啊，哦，及之济肉，所有患苦忧哦苍忧啊之处啊，即往其所，为了众苦。所以哦，这个《涅槃经》呢，就是佛。哦，这个要涅槃啊，之前所说的这个经典，那本来呢，佛啊有讲这个哈，哦，这个我们呢受毒箭，哦，那一种哦那个比喻呀，啊，说我们呢接受啊哈，人家这个毒箭呐，啊，哈，一射过来，我们中箭，中毒箭的时候啊，那个比喻之中是讲。哦，这个稍慢拔剑，我要先研究啊，是谁射过来的？且慢拔剑，我要研究这个剑是什么做的。且慢拔剑，我要研究，哦，那个
箭头跟箭身啊，是从哪里取来的？我要研究，那个箭头去涂什么毒药？当你还没有研究清楚的时候，你的一命已经呜呼哀哉。所以佛讲这个箭与箭啊，就是我们中箭的比喻啊，那个经典就说我们在凡尘会遭遇到很多的事情，那我们要在很多事情里面啊，能够分辨得持轻重缓急什么该抛开不要去管，什么该先管。你既然已经中了毒箭，第一个赶快拔出来敷药把那个毒啊能够逼出体外，命才能够存下来。不要研究东研究西啊，你研究的还没透彻，你命都没了，再研究都没人了所以佛说那个箭与箭啊，或许以前在普里天佛院一个人就拿那个以前我们那一种卡带的随身听，然后一个人没有听众，一个人就看着那个比喻啊，有那个百喻经一百个比喻啊，一个人或许就一直讲讲了很多了很多白玉经。后来后学这个在找以前讲的那个卡带，竟然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去那个电器行买那个录音带，都不是买几卷录音带，是买几箱啊只要有因为在天佛院也有薪水可以领，是我们的政府规定最低的工资领来以后吃都也吃那个天佛院的穿也都就很普通都不会再花钱。那有联想各个地方量就拿去买那一些整箱的那个卡带录音带，然后来附录录一卷以后就附录为了要附录去买好几部的那个两边的那个卡带好几部买回来，然后就很忙在那边附录，然后有道亲到天佛去了，我就送人因为都有道亲回去服务了去帮忙这个打扫那个整个天佛院就很多只要有去了就送人。到后来整个连那个在附录的那个也送人的，全部都送人，连卡带也送人。到后来自己想听他找不到了然后去找那个拿的人，没有已经转给人了就在找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讲很多的那个百喻经，就是很都是故事很短比喻对我们人都有帮助。所以那个时候还经过一段算蛮长的时间在天佛院吃饱都很严嘛所以那个藏经阁里面有大藏经整套的啦，然后也就去拿出来看时间有心情也很等于是都没事啦，很开朗就都研究所以因为研究的时间久进入这个经藏的那个内容也很深所以后来都会讲有白话啦，这个白话道亲说文言文我说白话了，文言文到后来一段时间了以后，换个角度来看，真的不是白话了，
哦，还蛮深的，哦，不写说还不懂，哎，都是哦，因为看久就会变成习惯，那习惯啊真的就是很哦粗浅，哎，可是啊，你在没有接近的时候啊，哦，就会觉得很深，哦，啊，很深不容易懂哦，就看不下去了，哎，啊，你觉得说很浅很白话，我就会看得很快哦，一页接一页。假如说各位有看过那个《大藏经》啊，很大本，然后又是全部都哦原文，哦，真的你看不懂的话，哦，看不下去，哎，看得懂的话，会引起你一直啊，哦，就是追求。啊，所以很多哦，有关于文殊菩萨讲的哦，很多都你知道了，认知。知道了啊，就到了，都没有说还要做，你知道了就到，哎，很多都是这样，啊，所以或许把它说哈，哦，那个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可是啊，我们凡尘啊，哈，我们众生啊，都是众生之见啊，那差别最大。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佛？就是因为我们用众生之见。假如说全部都用佛的知见了，那就成佛了啦，哎，所以差别在这里，哎，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众生知见都抛掉，然后用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很简单啊，万念妄想，一念不生，就是佛的知见啦，不简单吗？想简单哦，可是我们都哦不敢把。哎，都会说我这一些啊，哦，是经验的累积，哦，花了好多钱去学的，要放掉的话可惜了，哎，都不敢把，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本身啊，要培养那个认知，认知的程度啊，哦，你够了，已经到了，哦，像那个文殊菩萨所讲的一些道。你只要听到以后，哎，大概你就到了，哦，不用再找时间找地点来修，不用，你听到了就知道了，就已经到了，到佛的境界了，哎啊，所以啊，或许看那个文殊菩萨讲哦，有时候啊，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把他，好了好了，这个众生听不懂，你不要说，讲浅一点。连释迦牟尼佛都会这样说，哦，讲较浅的，你讲这人听无？很有意思哦，哎，连那个释迦牟尼佛都会，哦，要文殊菩萨讲，哦，浅显一点，哎啊，所以假如说有看，哦，你假如说有时常在看那个文殊菩萨讲的经典，哦，真的那个，哦，那个智慧啊，哦，文殊菩萨智慧第一。真的会哦帮助我们呐，啊，哦那个般若妙智慧真的帮助很大，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在凡尘啊学的哈，哦，很多都没有意义的啦，哎，那我们要学有意义啊，就是对我们哈，哦，有实际帮助哦，那个要学，哎，那个没有用的哈，哦，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哦。时间要花在有用的这方面，啊，所以啊，假如说，哦，真正的，哦，像或者只有写，哦，这个啊八大人觉啊，只有这么一点点，其实它也是，哦，整本的经典，哦，可是啊，或者说，哦，大概它的精华就是在这里呀，啊，你这里了解了，哎，可以了，哎，就可以，哦，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哦，凡尘一切啊，哎，都是变化无常，都是假的。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只要呢，我们，哦，都能够努力的，哦，真的啊，进入啊，我们不生不灭的哦佛性本体之中，那所有凡尘的一切呀，啊，我们就很容易呀，啊，哦，看得开。很容易呢，哦，这个离开呢，这个凡尘的所有，哦，一切。那么善男子如来意耳，哦，成等正觉啊，为大医王，哦，那个等，哦，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了。
叫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那么为大医王，就是要医治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呢，都是不平等，然后觉也不正确，所以呢，佛啊就教我们，正等正觉，然后啊，能够啊脱离这个苦海。那么见阎浮提呀，苦恼众生无量，所以啊，我们这个了解说，我们苦恼的众生呐、无量劫中啊，被引怒痴烦恼毒见呢，受大苦切。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三个字啊，就够我们呢这个难脱离呀、这个引怒痴三个字，我们了解说凡尘啊，大概呢就是这三个字啊，是害得我们最惨就引怒痴这个啊烦恼毒见。这个呢都是毒见啊，而我们呢都受见啊，拢已经下得精啊，受大苦切啊，都是这样。那么唯如是等受大圣经甘露法要，都呢这个让我们呢能够了解到脱离啊这个苦海那个甘露法要能够呢让我们呢这个引怒痴的毒啊，都能够消除。那么了治此矣啊，护治他方，了治呢，我们娑婆世界这个苦恼众生呢，好了以后啊，又到另外的佛世界去呀、啊。那么有知烦恼毒见之处啊，示现作佛，为其了治。是故呢，名曰啊大波涅槃。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证悟了，成佛了，可以到无量的佛世界呀、啊，去呀、啊、救度众生。可是我们现在啊，我们哦还没有证悟本性呢，我们都还欠人家救了，都还没有办法说到了别的佛世界啊去救众生。那我们要知道说佛世界啊无量无边，我们呢娑婆世界啊只是其中的一个，那很多修正者很喜欢到娑婆世界来，因为我们娑婆世界啊好坏都有假如说是北俱卢洲或是长寿天，那佛把它列为就是八难之二各位八难还有印象吗？还记不记得八难三恶道啊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然后佛前、佛后，然后啊北俱卢洲、长寿天，还有一个这一个啊就是我们凡尘啊那个智慧已经发狂了，四字变聪了，有没有很会跟人家辩论他很聪明他智慧很高，智慧都发狂了，佛把他列为八难之一，说你这种人佛救不来，没办法给你救，这样了解吗这八个啦三恶道佛也救不了，你已经在受苦了然后啊佛前佛后，佛示现在凡尘之前，佛已经涅槃以后啊，你才到凡尘来，我啊无缘说过那个也是八难然后啊北俱卢洲、长寿天然后四字变聪，八个八难所以我们在凡尘的八难跟这是八个内容不同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菩萨呢他这个示现的地方就希望能够劝呢所有的众生啊都能够脱离苦海，都能够成佛
所以啊，有那个佛世界啊，全部都是菩萨哦，没有菩萨以下的众生啊。我们就了解说哦，可能就在这里面哦，有说说要怎么样到那个世界去，可能就在《涅槃经》里面啦、不知道后续有没有抄录下来。大波涅槃者哦，名呢解脱处，虽有调伏哦众生之处，如来于中呢而作示现。所以啊，这个大波涅槃哦，就是我们哦那个啊，本来哦我们的正位，我们呢本来都是佛那个哦啊地方哦，名呢叫做解脱处。解脱的地方所在，那么随有调伏啊，众生之处，那么如来呢？就在这里面啊，而作示现，要来调伏众生。那么以是啊，真实甚深义故啊，名大涅槃，就是啊，很深的这个义理。那佛啊，大部分呢都没有明说了。所以很多呢都需要呢自己呀、能够这个深入研究领悟。那么迦摄言：世尊，何等名为涅槃？这个迦摄啊就请问呢释迦牟尼佛说何等什么呢那个名称叫做涅槃。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夫涅槃者啊，名为解脱。这个福是一个发语词啦，它本身没有意思的帮助呢后面这个名称说涅槃呢它呢就是啊解脱名为涅槃啊，就是名为解脱。那么迦摄呢复言又在问：那么所言解脱啊，为是摄也，为非摄乎？这个解脱是摄解脱呢，还是呢灰色解脱？那佛就说：善男子，或有是色啊，或非是色说有是色，或呢是没有这个色。言灰色者啊，即是声闻缘觉的解脱没有色的话，声闻缘觉。那么言是色者是形象的话，即是呢知佛如来解脱。所以我们了解说一修持到最高程度的时候啊，大部分的那个理啊都很微细那个道理呢都非常的微细所以啊有色跟灰色就是没有形象。善男子，是故解脱呢异色灰色。所以解脱呢也有形象解脱，也有没有形象解脱全部呢都包含。那迦摄呢又问：世尊，唯愿哀悯啊这个重垂广说啊大波涅槃希望呢佛又能够呢这个哀悯众生，然后啊重垂来广说大波涅槃。那么佛呢就称赞了迦摄说：善哉善哉，善男子，真解脱者啊名为远离一切系苦真正解脱的呢他已经远离了一切系苦。各位浅浅，系苦了解吗？绑住了啦说真正的解脱的话，就没有那个系缚，就没有被绑。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这个解脱我们现在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被我们的身体啊系缚，就辛苦绑掉哎，有无？有没有？佛性自由自在，可是身体没有自由自在啊所以啊，我们佛性啊被我们的身体啊束缚绑掉了啦。
然后啊，我们人生呢、啊、在凡尘，你看我们又被、哦、整个、啊、五行啊哦四五八条嘞，然后啊，我们在家里呀、啊，哦，本来也自由自在了，啊，今嘛吼，这个结婚了以后，我啊，安去有某北嘞，某去有安北嘞，吼、哦，然后啊，囡仔生出来，大人囡仔拢去有囡仔北嘞，有没有？有没有媳妇？八家屌吼，嘿，搁有哪需要哦？还有这，嘿，美丽的负担。嘿，佫袂使讲无爱吼，嘿，佫真感冒去学北咧。所以啊，我们看哦，这个为泥则弱啦，为母则强。你看早起呐吼，哦，安尼泥泥啊吼，安尼足无力的。做老母的时吼，你看足坚强的，歹咧吼，破咧吼，有无？哦，但是啊。康心人行都足忝啊，佮拍迄个囡仔吼，抱迄个囡仔，有坚强无？啊，有去学北咧无？哇、哦，佮北个足硬吼，哎、欸，所以我们这个有形无形啊，吼，真的都绑得很厉害。解脱了没？啊，还没啦。哦，还正在奋斗哦，所以啊。这个戏服啊、哦、我们了解在凡尘、哦、我们被凡尘戏服了跳凡尘白条了、哦啊、都要爱欢欢喜喜若真解脱啊、哦、远离戏服、哦、真的解脱的话就可以啊、哦、所有的戏服啊都远离了、啊、所以、哦、各位前贤我们现在啊在现象之中我们不可能说全部都没有戏服了，那我们要先从心呐、啊，哦做，哦我们心呐、啊，不要被名戏服，不要被利啊戏服，不要被淫怒痴啊戏服，不要被贪戏服，哦，这个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哦，可是啊，我们可以做，对不对？嘿。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哦内心方面，哦，只要你哦都能够脱离哦，你看这个贪的，我们凡人啊不贪真的不行啦、啊，没让他哇，拢都在贪才会哇哦。可是啊，你真正的在内心里面告诉自己，说我生又没带来什么东西呀、啊，啊死了也带不走什么东西呀、啊，那我干嘛贪啊要不要贪？不用了，对不？哎，你贪无效啦，你生嘛无大啦，你死嘛都带袂去啦。哦，你贪贪贪贪，贪到足济啦。哦，所有世界拢你的，你一口气若无来哦，嘛是各拢好人，对不？对不对？哦，所以啊，我们看得开，不贪了，解脱了没？解脱了哈、哦。哦，对啦，所以啊，先从心里面解脱，哦，我们观念改变了，哎，行为做法就改变，整个啊，哇，这个叫知足低窘啊，啊，低窘后边很能力安那讲，哦，对了，你看大家都知道啊，你知足就常乐，哦，你不知足就烦恼，哦，啊，咱家己找麻烦啊，哎，你看。观念改变，我知足哦，我还真欢喜哦，我大行拢无欠，不欠。嘿，刚才我们唱那一首歌啊，哈、哦，你对凡尘贪恋哦，哎，没完没了啦，永远你都袂知足，也阁无够。哦，啊，你若知足，大行拢有够啊，都不缺了。所以啊，你看观念改变了以后。我们整个啊，吼行为做法都改变。那整个呢，吼改变了以后啊，我们整个哦，等于啊，人格都升高，哦，人格都健全，哦，已经呢不贪恋了、啊、哦，有形的物质，哎，那就会重视啊，哦，我们无形佛性的哎，他的德哦，你就会培养。啊，你有德了。
我们都是以德在服人啊，你有德，人家自然哦对你很钦佩。所以啊，我们哦这个要找一个哦钦佩的人，你能够对他很敬仰，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哈、哦，哎呀，我们就知道说，大部分我们现在都是为自己啦、啊，啊，你为别人哈、哦、在打拼呐、啊，可以说就很哦很难能够找到啦、啊。他、啊、能够、哦、为别人打拼的哈、哦，凡人说傻子，哎，戆人啊，戆人家也很感动，对不？对不对？你若想巧，有人会感动的？不会啦，绝对不会。你戆戆的吼，啊，迄个无为家己的迄吼，那个才会哦，人家才会感动。啊，真正的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你能够哦守住本分，帮助人家，那别人一定哦从内心的感激。从内心呢自然产生出来就感觉了、哦、那你都为自己自私自利，人家才不理你、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哦、那个、啊、本身、啊哦、先呢远离世俗，不去有这些有的没的白的都没有、啊哦、没有、欸、真的都是、哦、觉悟了。那觉悟了以后，在真理世界之中，所有的生活呢，都在真理的领域哦里面，哦，那跟佛都是一样的啦，佛也就是这样，那我们在哦凡尘啊，也就可以达到哦这样的程度，啊，所以哦佛就讲说真解脱呢，就哦这个离之系缚，哦离开呢。所有的事物、啊、我们先、啊、从无形的做起、哦、没有形象的事物、啊、都已经解开了，万念放下了。所以、哦、各位同学，那边问说、啊、要怎么走，就是这个啦，远离事物会样吗？什么给你绑掉，你都给绑绑开了、哦、不要绑了，拢个放好开，啊，就做万念放下，吼、哦，安尼有容易做，啊，还不容易哦，嘿，拢根本要家己把家己，嘿，真的困先生，困家己啊，家己拢新鲜嘛，啊，困好掉，则吼、哦、无有生，亦无和合，哦，这个离诸系缚了以后啊，哦，就已经啊没有生。没有生就不会灭了、哦、没有生灭了，那没有生灭呢也、哦、没有和合，和合就是因缘啦、哦、所以、啊、已经也没有生也没有、哦、这个和合。那么譬如、哦、父母和合生子、哦、父母如果结婚、哦、就生子、啊、就要生子、啊、现在子就大了、哦、就老了、啊、老了就准备要离开凡世间，对吧、哦、就好像这样的他们再来创啥、哦、无用跟无用气气到尾一口鬼没来、啊、什么都没有、哦、什么都是假的。那么真解脱者啊、哦、则不如是、哦、不是这个样子。是故解脱呢名为不生、哦、不像乎这个父母亲结婚的生下孩子、哦、孩子生了要养育、啊、然后啊孩子真可爱啦，可是、哦、各位先生那个可爱是看别人的孩子啦，你自己拿在饲鸟在气死、哦、我都没有养孩子我都还知道气死那孩子在顶在自己、哦、在入毒的时候、哦哦、变不掉、哦哎，骨未歹，哦，那个真的哦，所以要看孩子可爱，看别人的，看别人的就好啦，很可爱。你卖家己饲，你那饲哦，那个气呀、啊，比那个可爱多。
那佛呢就讲家色哦，譬如啊体虎，那么其性啊清净哦，那个体虎就是牛奶五味啦，哦牛奶第一味，第二味呢哦叫乳肉，第三味呢叫生疏，第四味呢叫熟疏，第五味啊叫体虎，然后哦从牛奶提炼到体虎，体虎可以治百病啦。可是我们印度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台湾肯定没有了。哎，这个呢，各位就听或者讲过啊，哈、哦，这个看经典看到哦，体虎可以治百病，哦，赶快啊，赶到大卖场去呀、啊，要买体虎。哎，那个大卖场那个哦，服务人员说，你要买酱油是哦，酱油啦。酱油有提壶啦，我讲唔是啊，迄牛力炼的提壶啊。伊讲安尼你去印度买，哦，印度才有啦。好、哦，我们台湾只有炼到哈、哦、乳肉，乳肉啦，哈、哦，乳肉就各位可以哦，很容易就买到，然后是这个刚哦听到乳肉的时候。我也去一样去大卖场去买，然后买拿到了以后，我还问那个哈、哦，那个结哦，那个结算的哈、哦，剩几个呀、啊？讲啊这边那家，我还不会吃。他说那个吐司啊哈、哦，哎，难道你哦这个加热了以后啊，就在夹在中间，然后就吃了？然后后来跟后姐讲。啊，我教你更加简单，你把那顶纸拆掉，全直接吃啦。我可以哦，可以可以。然后啊，吼、哦，那个乳肉很营养，你吃了不久就胖了，哦。所以啊，哦，唔通，还吃拢直直肥个，哦，很快啊，发福啊。所以哦，有时候啊，哎，这个还真的要。要尝试啊！吼，竟然经历的看讲无这个尝试，唔捌。啊，我又没有说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啊，我都无咧，也没尝试也没看电视，我还都唔捌。所以哦，那个醍醐是从牛奶提炼，那有病来吃了哦就好。那么如来、哦、也是一样，经过、哦、一直修炼、啊哦、修炼到清净的状态，哦，归因父母和合而生、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哦、我们的佛性呢、哦，不是父母、啊、可以生得下来，父母生下来是我们身体啦，哦、佛性呢、哦，父母是没办法的、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佛性、啊、不生然后也不灭、哦、身体有生有灭，那么其性、啊哦、清净，我们如来的性、啊、清净，所以示现、啊、有父母者、哦、为什么如来要示现有父母，唯一呢、哦、这个化度、啊、知众生故、哦、佛因为要度化众生，所以呢、哦、就示现入胎哦、有父母然后生下来，这样度众生才容易啦、哦、就有菩萨呢跟佛、哦、这个讲说为什么不用化身来，那佛说我化身来众生、啊、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所以、哦、他还是、哦、示现入胎、哦、然后示现出胎，然后呢、哦、慢慢长大，都跟众生一样，这样哦，带领众生啦、啊，带我们众生修道，啊，咱众生才肯听，才肯做，哦，才能肯。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假如说我们没有看着哦那个佛的那一些经过，那佛讲的话，我们就会打折扣了，就不相信。那佛呢，为了要让我们众生相信呐、啊，他就真的就示现入胎出胎。然后一样吃饭，一样大小便，哦，一样娶太太，哦，
那佛教呢，他就会说，哦，这个佛跟哈、哦、耶稣陀罗结婚呐、啊，哎，都是没有哦这个做夫妻啦。结果未曾有一念经呐、啊，释迦牟尼佛本身讲，他跟耶稣陀罗啊，经过三年夫妻生活。所以我看了以后，哇，那个咱社会咧讲的拢完全无同。哦，社会讲的都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那佛在讲的时候，他都讲他是跟众生一样，哦，所有的一切都跟众生一样，那所以这样来带众生呢，哦，才带得动，才众生肯相信，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佛他也一样有经过哦那个凡尘的夫妻生活。啊、所以后来、哦、这个半夜、啊哦、就偷跑去修道、哦、那个耶稣陀罗很生气、啊、说我是我那、哦、一个国家的公主呢、哦、这样在你把我爱的时候、哦、叫人就去准人这样、哦、把我抓来、哦啊、现在、哦、这样自己这样、哦、他说自己走去享受出去修道了、哦、可是啊，耶稣陀罗就很不甘愿、哦、然后啊，等到罗诃罗生下来以后，又叫目犍连去把罗诃罗抱来修道。哦，耶稣陀罗啊，有没起笑啊、哦？就不给他。哦，把囡仔呢抱去耶，哦耶，上官老哥哦，上亲的皇宫内底避的。他不知道目犍连神通，目犍连转走了他头前、哦、所以那个未曾有一念经、啊、很有意思、哦、不学那一本、哦、楞严经里面有写这一段未曾有一念经，假如说各位有看横、哦、的那一本、啊哦、写很小的字、啊、把那个未曾有一念经那一段写下来、哎啊、后来啊、哦他都不给那个目犍连哦抱走，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哦这个哦在空中讲话，哦就在空中讲话，说你当时跟我结婚的时候，你忘了你答应我什么？哎，就是答应他哦，不违逆他的意思啊啊。家己立要愿啦，家己爱去行，好啦，抱去啦，就把罗诃罗吼给目犍连带走去修道。然后啊，你看哦，那个所有文武百官啊吼，每一个拢爱出一个囡仔来陪罗诃罗去修道，五百个。哦，所以你做官那无自由哦，囡仔爱交出来去修道。然后啊，他哦，做囡仔王，然后拢，因老爸咧讲，伊拢唔听，哦，咧讲道理啊，哦，我都，哦，唔免听啦，我即马只少话，你甲我讲嘛无啊，我记袂掉啦。那个未曾有一念经呐、啊，哦，那个时候写，把那写整本的都写下来。啊，久啊！你莫想想，讲唔免去讲个，哦，就没有再说了。哦，之前啊，看到以后，因为我们哦，这个整个社会啊，都把释迦牟尼佛神格化，高推圣见呐、啊，然后我们自己悲屈，所以就会有很大的哈、哦、那个距离。啊，结果后续看哦，大藏经啊、哦，佛都把他自己降低到跟众生一样。拉到跟我们一样，所以啊，那个吼容易修。啊，你假如说高推圣见哦，自己悲屈呀，啊，歹修啦，啊，迄佛拢有佛棍啦，我这吼众生棍，未兴奋啦。我们都这样跟自己说，对不对？啊，也未修的，你就家己想讲，我未兴奋，安尼修会成哦？啊，要哪会成？未成，要着家己破冷水。哦，花拢花去，爱有花才会使啊！
要有动力哦，要有动力才可以，才会成就。嘿，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为了要让众生相信，所以啊，他示现在凡尘的时候啊，全部都跟众生一样，哦，没有两样。那我们详细看了以后，哎，真的那个哈、哦，为什么或许都一直讲？第一个一定要信，相信。可是啊，不是是相信外面，而是相信我们自己里面。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啊，你绝对要相信，你相信你就有力道哦。你不相信的哦，拢信我靠的，哎，干有哎。假如说哦，都不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怎么可以成佛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相信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儒家信基宗。统四端，仁义礼智，哦，然后兼万善，就是相信自己佛性的、啊。你佛性相信了以后，仁义礼智啊，哎，你都可以做得到，哦，啊，就可以兼万善，哦，这个讲得这么明白了。可是啊，我们哦学的时候是在学啊，哦，喺读册时阵啊，有啊，加认真。哦，啊，考试那会及格，啊哦，会毕业啊，就好啊，对不？啊，毕业了以后哦，哎，从海呀啦，有没有还给老师了？哦，我们毕业以后还不会用啊，哦，都还有老师啊，没有说哦，我们在学校学的，哦，出来完成就是要用，哦。学以致用，哎、欸，我学啊学都有咧用，哦，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吼、哦，研究心理心法，学了也要用，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就这么的亲切呀、啊，跟我在一起，哦，然后啊，我研究了以后，哎，整个啊，请佛性的当家，哦，请佛性啊做主，这样的话，哦。不要等到以后了，哦，我们在凡尘都已经是哦，生活在佛的领域，哦，就是佛的世界。那所以啊，哦，我们了解说，哦，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度化众生呢，哦，就示现了 啊跟众生都全部一样。所以真解脱者啊，即是如来。哦，我们真正能够解脱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啊，真的解脱，哦，一定要先解脱了，解脱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不能呢，哦，不认识他，哦，不能啊，不给他前病，哦，先认识啊，先给他前病，哦啊，这样的话呢，哦，我们就可以啊，哦，真的很多完成事啊，哎，都可以完成。那么如来解脱，哦，无二无别。说到如来就是解脱，说到解脱就是如来，哦，它变成一了啦，已经哦没有二，这样了解吗？哦，说如来哦就是解脱，说解脱就是如来，哦，已经呢没有分别。又解脱者啊，名曰虚无，哦，解脱了以后，为什么叫虚无？无看啦。那你佛性有法度看无？有没有办法？看不到，对不对？啊，确实存在，对不对？哎，啊，这个确实存在，没有形象，哦，这就是如来了，哦，啊，有亲切无？有没有？各位亲亲，如来捌你啊？捌你？捌无？啊，如来捌你啊？捌？捌无？Hey, 所以我们也认识如来，如来也认识我们，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了，哦，就是如来，啊，所以虚无，哦，没有，哦，就是整个啊没有形象。那么虚无啊，即是解脱，哦，没有形象了，哦，啊，就是已经解脱。解脱呢，即是如来，哦，如来呢，即是虚无，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这个空，哎，这个空间呐、啊，哦，又讲到说，
肉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肉有所见啊，即是邪见，有没有？啊，所以啊，肉无所见哦，整个空间啊，整个空间就是我们佛性的、啊，所以没有能见，没有所见，没有能所，没有生灭啊，整个哦，全部都是如来哦，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啊，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是啊，绝对体，啊，绝对是如来，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时时刻刻啊，哎，就跟如来在一起，哎，就生活之中呢，都是如来，哦，那我们自相那就不见了，哦，住在形象，如来就不见了，哎，啊，你假如说，哦，不管是这个大人小孩，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是呢丑陋美丽呀、啊，只要他会动会说话，就是如来了。啊，你有简单分不？有没有分别的话，是不是很简单？有没有？哎呀，你假如说看到背部，哎呀，黑的那里走路会叮当，有没有如来？就是有佛性嘛。哎呀，不要看形象。哦，形象呢，千差万别啦，很差别很大。可是啊，你看它会动，哦，会有所知觉，那个就是哦如来，哎啊，所以啊，如来并不困难，哦，我们呢只是都不想去认识它。啊，你要认识它，你时时刻刻啊，哎，你都能够见得到，哦，肉无所见的，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就是真的见到如来哦，很亲切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啊，虚无哦，就是空，哎，真空呢，妙有哦啊，真空妙有，哎，就真的就是哦如来。那么非作所作哦，没有那个啊作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呢，这个无所作为啊，哎，就是呢。啊，我们的佛性本体，那有所作为是我们身体呀、啊，啊，身体有所作为哦，很快就变化了。那没有作为的佛性呢、啊，哎，永远都在。那么凡是作者啊，哦，能成过呢，哦，罗观，哦，那个是有所作，哦，它走出来，它有物件。那么真解脱者啊，则不如是。哦，真解脱呢，就不是这样。又解脱者啊，哦，即无为法，哦，无所作为，无为法。哦，真解脱者呢，不生不灭，哦，不老不死，不破不坏。哎，这个呢，就是真解脱。还因为哈、哦，我们这个上上个礼拜啊，回答问题哦，很多问题啦，可是我们只有回答哦。都一两个没有回答完，所以留下一大堆了。刚才哈、哦、后学来的时候，哦，就讲说，哦，问题很多嘞，哦，要留长一点的时间呢，哦，给大家问。我说好啊，好啊，那就留45分钟，够不够久？够了哦。好，请说。好，有了。刘老师，请问佛性是无形无相，为什么启发佛性后会帮忙于抽中的东西呢？所以哦，这个叫做不可思议呀、啊。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每个人呐、啊，哦，这个佛性的哎那个大用，哦，甚至呢，我们有哦那个转移呀、啊、四天下的哎那个功能，哦，那个是已经证悟了本性以后啊，才能发挥啦。那我们现在哦，哎，都没有办法到达那个佛性大用的状态。
啊，所以啊，我们呢就先哦这个小用，那小用啊哈、哦，我们只要能够把外方的精神收回来，然后哈、哦、我们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哦让我们的佛性的哦那个敏锐度啊哦敏感度增加。那佛性的、哦、那个敏感度一增加呢，就表现在我们的第六感，就是、哦、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啊还没到会有什么事情啊，事先会有预感，会知道、哦、这个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哦、是比较粗浅的部分、啊、那因为、哦、进入啊比较深的部分啊，那个会不可思议、啊、不能用、哦、我们的头脑来、哦、思想，不能用嘴巴来论义、啊、那个都是属于、哦、比较、哦、这个努力认真以后的呈现，因为你有需要，比如说、哦、或者就讲在台北、啊哦、那个板桥、哦、那个佛堂、哦、讲课啊、那个佛堂是平常没有住人，没有住、哦、道亲在里面，那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哦、他的、欸、那个坛主啊，就去那边打扫，然后早晚献香，然后啊这个初一十五啊买供果献供、欸啊、他一做就十几年了、哦啊、都无怨无悔啦，没有说坛主这么多，这么多我一个人在做，没有这样啊，他都默默的做。然后他呢、哦、有一次就发表心得的时候说初一十五的供果、啊、都蛮重啊，那佛堂又在五楼顶楼，然后没有电梯啦，一定要提上去呀、啊。啊，提的时候就是很重的时候啊，他就试着、哦、佛性啊帮忙啊，这么重货、哦、帮我提一下，哎，他这个心念一动以后、哦、哎，真的那个重量消失了，哎，那叫轻，哎，就拿到五楼了，拿到五楼然后放下来、哦、因为还没到、哦、你供果还要洗，还要到佛堂，对不对，还没到、哦、要定位的地方了，然后再拿起来，哦，那这棒。所以、哦、你看时间不同，哦，从楼下到五楼很轻，啊，在五楼平行的走的时候，哦，这么重，嘿，啊，各位就是可以了解到那个哈、哦，实与不可思议部分，哦，啊，主要是他专一。哦、他没有胡思乱想，没有起心动念，啊，专一啊，在做这个事，哎啊，所以、哦、他后来就把，因为是经过比较久了，那一两次他就免讲了，啊，都大概拢安尼嘛，所以他就讲出来，哦，就讲出来以后，然后啊，吼、哦，哎，他这个，很他自己讲，吼、哦。那个做他做那个电池、哦、那个电池那个工厂上班，他说他们、哦、中间有休息、哦哎、20分钟，就是啊10点、哦、那个时间啊有休息20分钟啊，他们就坐、哦、坐在那个可以看、哦、眼的地方、哦、一些、哦、绿色的东西、啊、然后他很好奇啊，哦，人坐着啊，然后就讲佛性啊帮忙啊，嘿，向右移啊，真的哦，就向右移啊，然后啊、哦、啊向左移，然后后来向前移，向后移，我讲哦啊，佛性现在好咧变做咧试验品咧哦，伊讲拢有作用咧，叫伊移都移咧，嘿，我讲坐咧搁较久嘛。规天嘛不移，你讲都没用了。可是啊、哦，他就是很专注做，做到真的是这样。哦、意念、哦、叫他动，
啊，真的身体就动，有一点不可思议啊。然后再接着，今天哦会有什么事，会遇到什么人，早上哦都已经知道了，他就按照他的那一个知觉性啊，真的整个都呈现。然后后来或许有跟他讲，我说你不要先要，你先要的话，这个幽冥鬼魂这一些会请你帮忙，他们知道你有能力啊，会请你帮忙啊。你要知道，等到他找上你的时候，那个连佛都没办法的佛都帮不了忙的你一找上了那个啊，你就没办法再前进了。所以或许有告诉他说不要先要。所以啊，假如说不熟悉的人问他，他都不说；假如说跟他熟悉他会讲。因为熟悉了以后啊，人家问哎呦，你是怎样修的，你也跟我讲，他就会，他不不会说你跟他问他不讲，除非你跟他不熟，你跟他不熟他就不说，你熟了他就会跟你讲说怎么做，他可以到达这样。然后他的功夫比较就是早上晚上都固定半个小时固定的做，他比较就是一板一眼，不会说比较自由自在的形态在学，他是一板一眼。这个是我们了解说佛性它的功能作用是蛮多，那假如说发挥到大用，那可以转移啊整个四天下，就是那个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芦州、南赡部州都可以转移的那我们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真的你学到了像或者有一些写下来的那个是大藏经抄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跟攀梨花一样认识他吗？喊梨花移山多害啊，不怕你有还有吧？还有说淹到水的一个人还能动冰箱，或是刘讲师曾经讲过听到讲话声怕鬼从坟墓爬出来，也是佛心的功能作用吗？那个各位先生，那个抱冰箱那个有来听课就是跟你来那个兰姐啊，就是他你带他一次来嘛，他来一次，他有来这边听课那个就是在斗南，斗南很少淹水啦那一次淹大水他住在楼下他是那个套厅的啦一楼、二楼、三楼有三楼，然后淹水了以后，那个水淹进来他竟然把冰箱就搬到二楼去了。等到水退了以后，地清扫好了，他要把它搬下来，搬不下来。他就很奇怪我都搬得上来，上来是比较困难啊，下去比较容易啊，我怎么搬不下去？所以啊，就了解到我们在那一种情景之下那个力道我们潜力潜能都发挥了，很有力道。所以平常假如说有一个那个沟渠很宽，你这个跳不过去被人追的时候一下子你就跳过去了啦你没有被人追你再试试看，不然会拔了会摔下去，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有一些那个是比较呢，不是说你用想象它就会呈现的，那个是实际你遇到了。那假如说是鬼魂的话这个倒是不能用想象，你用想象它真的会出现。你若说走到那个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然后啊，有那个哈、哦、风在吹，又有那个跌啊哦，然后龟啊出来，我看完一下，他真的会出现给你看哦，哦，那个要了解到，他会借的，我们这个空间呐、啊、哈、哦，你看我们前前都可以看到，哎呀，伊咧问我啦，讲会现身都看未，我未啦未啦，伊很惊。还有吗？五度空间是指哪五度？跟空不一样吗？哦，那个五度空间哦，就是佛菩萨哦，然后那个七天神仙，然后那个魑魅魍魉，然后幽冥鬼魂跟我们人，哦，这个啊，就是我们同样居住在这个地方啊，它、啊、这个地方哦都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我们都以为啊、哦、佛要现身给我看的时候啊，一定都很庄严很好看，不是哦，不是这样哦，各位要了解到、哦、佛要现身给你看的时候、啊、是在你朦胧的时候啦，以前不是讲吗，你如果在度孤、哦、你就去看到了，有没有忘了、哦、所以或者就讲你来度孤我没跟你懂，尽量享受，嗯，好、哦，因为度孤啊不会起心动念，度孤不会做梦，哦，你做梦，哦，那个就已经睡觉了，不是度孤了，啊，所以你做梦的时候就朦胧啊，啊，朦胧的时候啊，就是没有两边呐、啊，啊，没有两边的时候，佛菩萨就会现身给你看，啊，是要给你信心呐、啊。哎、欸，啊，你要了解说，哦，你看了阁无去啊？你那个精彩哦，把酒杯啊，紧要甲看，无啊啦，哦，所以要知道说，在我们朦胧的时候，哎、欸，那个佛菩萨会现身，哎、欸，不要以后来听歌都度孤哎。还有吗？为什么醍醐可以治百病？醍醐啊，哦，他那个是哦，《大藏经》里面啊，释迦牟尼佛讲，他说哦，那个就好像哦，那个雪山的那个妙药，哦，它是经过哦那个牛奶提炼，哦，牛奶有五味的，哦，第一道就是牛奶，第二道卤肉。第三道生疏、啊、第四道熟食，第五道就是醍醐，然后提炼到醍醐的时候、啊、它就是已经、哦、可以治我们、哦、身体的百病、啊、你有什么病、哦、用醍醐、哦、来都可以治好、啊、所以那个是佛讲的啦、啊、当然我们这个要了解到说、哦、能够提炼、啊，各位 要知道说，那个十二杯的、哦、比这个大杯、哦、牛奶、啊、比这个大、哦、差不多也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高，十二杯的牛奶、啊、才提炼、哦、一片的卤肉，只有一片、哦、卤肉各位看过吗？四四方方、哦、那个一片、哦、要十二杯牛奶，哦啊、你看哦，再从卤肉提炼到、哦、生疏，从生疏又提炼到熟疏，熟疏又提炼到醍醐，你看那个牛奶要多少，要非常多，对不对、啊、所以它的精华都已经在醍醐了，就能够治我们身体啊、哦、那个四百四病，我们百一病生啊，就是一大，我们有四大嘛，所以有风土啊，啊一大就有101个病，然后四大就有404个病，然后我们身体的病哦，哦真的是正常的，或许都还看到那个大藏经哦，把我们那个404病、啊、全部都写出来，我讲哦，你有些精神糖下，我无精神糖抄，哦没办法。哎、那个、哦、文字啊都用我们很少用、所以我就不抄、
哎，有，我真的哦，把那个四百四遍啊，全部都说出来。哎，可是啊，佛学没抄了。我讲，破病都去找医生就好啊。哦，咱今麦都嘛安尼破病来找医生就好啊。哎，拢相信医生啦，安尼医生啊，命得顶戴啦。哦，都这样啊，乐天知命。还有吗？佛性遍虚空法界，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佛性，但是我们又说佛性住在我们玄关窍里，所以有你的佛性、我的佛性、他的佛性住在个别玄关窍里，还是佛性住在每一个众生的玄关窍，但是仍然是同一个佛性。所以这个蛮哦，很努力想修道。Hey, 所以、哦、要了解到这个、哦、是始于一本、哦、善以万殊啦、哦、一本、啊、就是我们的原来，然后善以万殊以后、啊哦、千差万别啦、啊、千差万别、哦、它还要归还于一本啦、哦、万殊还要归一本、啊、所以、哦、当它已经落入万象的时候、啊、万象有各个的哦，体呀、啊，哦，拢大家身体呀、啊，拢无同。可是啊，会不会死掉？啊，死掉佛先去哪里？搁住伫个玄关跳，会不会？咱来死去个佛先还搁吊伫玄关跳，会不会？不会啦。哦，啊，他在哪里？哎，就在虚空了。啊、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从虚空而来，然后归于、啊、虚空，从空而来归于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当我们来的时候、啊、就千差万别，当我们归到、哦、原来的时候、啊、又归到、哦、一本，归到我们的本位了、啊、所以、啊、落入凡尘的时候、啊、我们很会计较，可是你归到、哦、本位的时候，不用计较，啊，都拢讲一体、哦，都是同一体啦，是这样。还有吗？所以我们都是老母的分离，如何解释和同一个佛性有什么关系？哦，这个为了、哦、要解释这个问题呀、啊，或许还特别、哦把那个以前讲的哦，一个叫修道，那修道呢，哦，就是在讲我们佛老师啊，在凡尘的时候，他解说，哦，里面有讲那个哦心意识的，可是重点呢，就是在有一本啊叫《一代名师》，那么这个作者啊，他到大陆哦。所有的我们现在的公寿哦，什么苦公寿啦，吼、哦，什么迄落所有的吼、哦、政府机关的吼、哦、一款吼、哦、所在，然后啊，哦，他去收集资料，他说每一个吼、哦、每一代祖师啊，他都有哦那个哦经历呀、啊，啊，所以哦。那个写下来，这一个哦，假如说各位前贤有到哦卖那个石椅啊，我们修道诗集的哦，你找一本叫做《一代名师》，那《一代名师》呢，就讲我们佛老师在凡尘办道的时候哦，经过的地方，然后啊讲的课哦，讲什么课哦，全部都记载。那或许看到、哦、我们佛老师有讲、哦、那个老母，所以啊或许说、哦、这个由老师来解说最恰当、哎啊、所以、哦哎、就写字两个字修道、哦、那他的、哎、那个书的名称叫一代名师，讲、哦、我们佛老师在凡尘的经过，那么记述佛老师在凡尘办道的经历及禅师道的宝贵、啊哦、把其中一段、啊、
很重要的真理哦，在这里加以发扬光大。哦，老师为了让哦大家更了解明明上帝无极老母哦的慈怀，有一番清辞的阐述。哦，先天原始本体无形无名，哦，然后伏羲氏啊化先天八卦，以圆圈呐、啊，哦来象之，哦用一个圆圈呐、啊、来代表，又呢一化开天，哦其一字啊以代之，哦取其意曰无极，哦就是无极。即自极无以复加之意，哦无极，因无极有生育天地人物，哦人类万物的功能，是由无形而生有形，因有形而有名，哦是为母，所以啊称之为无极老母。且无极既能生育天地万物，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所以其中参赞化育，哦，运用万能，哦，定有至神。那么其体呀、啊、为理，其中呢为神，哦，因称此神为上帝。那么在五人哈、哦，我们人啊降生之初，天所赋予之性灵。本己光明，事后呢物欲啊所蔽，哦失去本来的灵敏，亦哦故意恢复啊本来灵敏，必须为善哦弃恶，清心寡欲，使灵敏复明，哦使我们的灵敏啊能够恢复光明，所以称之为明敏。即是呢，哦，复明五人本来之性灵，以及大学所说的明明德的意思。那么基于上士两个义理，故无极老母又称明明上帝。这个是我们佛老师哈、哦，哦，在讲我们老母的哦这个由来。所以各位哈、哦，拿回去呀、啊。慢慢看，慢慢领悟老师所说的意思啊，有无？内底有意思哦，嘿，因为或许是简约来讲而已哦。那么下面哈、哦，这个是《大藏经》哈、哦、第十四册啊，495页，文殊哈师利耶哦问经的片段。因为、哦、我们都讲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对不对？那么它的来源、啊、就在这里、哦、那么这个佛就跟文殊师利说，说般若波罗蜜、啊哦、不以心意识修行、哎、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啊哎、不能用那个心意识、啊哦、来修行、哦。那么文师呢就问世尊，若般若波罗蜜、啊、不可取，云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哦、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不可取的话，我们要怎么修般若波罗蜜？那佛就跟文师师利说， 是修行啊、哦、会修行，不以心力事故。各位浅显，是修行会修行，知道意思吗？所以、哦、我的工资一定爱解说才知道，是修行、哦、已经落入文字下啊，非修行的真正的在修，这样懂意思吗？啊，你若说、哦、我在修道呢，这样你没在修，知道吗？很奥妙、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不能住在文字下，哦、你有所住啊，啊就错了。啊，你哈、哦，哎，哦，没有啊，我没有在哦这个修啊，那个叫实际在修了。所以在文字来讲比较矛盾、啊，可是，在实际来讲，那个已经进入了不生不灭的修行方法。
哦，那假如说我们是哦很努力的，那表示呢是住在文字下，哦，那个已经呢生灭，哦，所以这个很哦不容易了解。文思思虑，心则记忆呀，哦，意则意义，事则现之意，哦，不以此心意事啊修行般若波罗蜜。哦，所以啊，不能用心意识来修道。哦，不以此修行啊，你若无安尼修，都真是好做修行啦。哦，又是很奥妙，对不？哎，你按照文字的话，哦，啊，都错了。哎，所以啊，你不按照文字，哎，对了，你就真的在修行。以无处啊，哦，是修行。哦，没有地方所在啦。哦，有地方所在的话，就住下。那么修行者啊，哦，不依欲界、色界、无色界，哦，就是不依这个三界。那然后也非过去呀，非未来，非现在，也没有三世，没有三界，没有三世，非内外，非中间。那么如此修行啊，哦，是修行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真正的修道，就是什么都没有，不依赖，哦，不修行色，哦，是修行般若，非地水火风，哦，是修行般若，哦，非有非无，哦，有无啊，那个就对待，哦，非声闻缘觉，非善啊不善，哦，非无记。哦，非十二因缘，非男非女，非哦，非非男，非非女，非常非智，非昧啊，非身哦，非可数，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哦，无可依啊，无名字，无相无异相，无增无减，自性啊清净，真实不可觉哦，普遍啊等虚空。无色无垢，哦，出垢三世，就是啊，超垢啊三世，哦，不苦不乐，哦，无入灭心秀。那么如此修行呢，哦，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哦，真实啊，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呢，哦，非真实。你看，都把所有哈，哦，文字都拼出了，文字出力，哦，如此修行啊。名修行般若波罗蜜，佛说呢，持七业，哦，就是孤起受，此华呢，哦，不可思议啊，离以心力事，一切缘理呀，道断是修行般若，哦，那文殊师利问佛，如坐禅师教弟子除心力事，若除心力事啊，不更生。哦，若不更生，则无复生，哦，没有身体了。哦，若无生，哦，则亦啊无命。若无有命，则不更生，是为禅师啊杀人受命。哦，世尊，允何当答彼邪见人？哦，要怎么样来回答？那么佛告文殊师利，戒有两种，哦，所谓的身口。非心力是戒，哦，这个若心力是啊是戒，则无啊持戒人。何以故？心攀缘啊难自固，哦，心力是啊不列入戒律，哎啊，所以啊，哦，我们了解那个不在戒律里面，哦，他呢没有地方所在，无住处啊，哦，一无大的所在，哦，譬如死水。哦，迄水咧行，哦，一如哦圆佛跟他搞，哦，动转不停啊，不可守护啊，哦，是故文殊师利，无心意识界，唯身口啊有界，哦，我们身口啊有戒力，哦，心意识没有，哦，心意识啊，非杀罪处，何以故啊？哦，非戒处故。若以心乐啊，则能得定；若心不乐啊，则不得定。是故学者，哦，以定啊杀心，非人啊能杀。
所以我们要杀心啊，心这么会变化这么生灭不停，我们要把心杀掉，就是用定来杀，不是人呢能够杀心啊，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杀心定有办法杀。是故烦恼灭啊故则心灭，心灭啊则意灭，意灭则事灭事灭故啊生灭，生灭故啊受灭，受灭故啊命灭，命灭故啊知根灭，知根灭故啊知路那个就是六路啦根路尘跟尘路根啦六根六尘啦互相路就知路。那么知路灭故啊知界就是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啊那个叫十八界，知界灭，知界灭故啊知因灭知因就是五因啦色受想行识，知因灭故啊不相续，不相续故啊心力识啊无处，心力识啊就没有地方所在，心力识呢无处啊故得清净没有心力识啊就清净，如是闻之势力譬如垢衣啊以灰之完种那那三个垃圾用那灰的脚给洗洗洗过灭衣债污垢都没去三个在那何以故啊过以去故过都已经给洗掉了以过去故啊衣得清净，如是闻之势力诸过为过所有的过错啊就是我们的污垢，凡尘的污垢，以智慧水啊洗除心垢我们的心啊有很多的肮脏的东西啊用智慧水来洗，以除心垢故啊成清净就已经啊心垢没有了，清净恢复到我们本来。佛虽知众生呢，多贪、多嗔、多疑痴，长寿短寿啊，寿这个恶业善业，佛虽先知啊，非时不收。若众生呢堪闻华，佛未必收；若不堪闻啊，佛则不收。如人重病啊，不可疗治，医师呢舍弃啊，不宜少药。那病作重的无法度治，医生药啊一点啊，药啊拢无爱好伊，讲伊这无效。闻师呢问佛，未来邪见人啊，毁谤如来所说之言，若是如来是一切智啊，何故待众生作罪啊，然后自戒？那么佛呢就跟闻师师利说，如此即是一切智相。若我逆自戒，就是人还没还，我就先给他制定戒律啊，人当谤我何以故？我不作罪啊，因何强说此非一切智啊无慈悲心，不饶益啊，不摄受众生所以啊，这个是蛮长，或许把那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写下来，就是不以心力事来修道。不过重点呢是在上面那个一代名师啦因为或许假如说以佛学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明明上帝无极老母这样的话讲出来好像比较直观，那这个老师说的各位可以拿回去慢慢领悟，一定要看哦，内底有意思哦。老师哦，有迄个无讲的哦，干那去谢谢你。我们在一两个礼拜以后啊，那个书面的资料，谢谢你书面资料会寄过来，让大家看。真的很不错。还有吗？还有，连续三个问题哦。有时候是些佛的分离或本体临盘，如何解释和同一个佛性有什么关系？这个叫做千百亿化身啦，所以我们要了解等到证悟本性了以后
可以这个千百亿的化身。所以佛陀都讲了，佛菩萨现身的时候不是都同一个形象，有时候现那个老婆婆的身，有时候呢现小孩子的身，有时候呢现老公公的身，有时候呢现年轻人的身，都不一样啦。有时候呢变成动物，有时候变成植物。或者就讲大热天在路上走，好热，结果看到一棵大树，可以去乘凉。等到你乘凉一段时间，体力恢复了，好再走。你走一段时间，回头看那个大树不见了，那个就是佛菩萨示现。佛属菩萨千百亿化身啦。你不会想说那比丘啊，不会去想象啊。比如说你感受到这么热，一阵清风吹过来，好舒服哦，你知道吗？那个佛菩萨千百化身变的啦，让你都很舒服。你敢会讲那是佛菩萨？你讲那天地主人吹风来对吧？风从哪里来？不可思议啦还有吗？有，请问须弥山是在哪里？须弥山。对。须弥山我们就是了解到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须弥山呢，就是我们南赡部洲最高的山。那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地理环境来说的话，应该是我们现在我们凡尘最高是哪一个山？喜马拉雅山可能就是那个山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他所用的名词跟我们现在用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凡尘最高的山就是那一个山。我们好像很多都去爬那个山他都好像是终年都在下雪都在流水他是想去吗？还有吗？还有，人生八苦里的五蕴圣苦如何解释？如何处理？那个五蕴圣我们就是了解到色、受、想、行、识啦。这个五蕴很强，很炽盛。那我们了解那个色呢就是形象，也就是我们身体，然后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精神那我们这个身体跟精神两个就合在一起，然后很强烈那以现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来讲的话，就是别人都不爱管，管我自己好紧那个叫五阴炽盛，五阴很兴盛他的形象，他的感受，他稍微有一点不如意就要抗议就要出头，那个就是五阴炽盛。那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五阴炽盛是在自己找自己麻烦自己中了很多的罪业，然后自己来接受所以你五阴越盛的话你受的苦就越多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假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假的。那佛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修道要先的四念处，然后修道呢后来的时候他都告诉我们观身的性相犹如虚空，有没有他那个身就是我们五蕴的色那个性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你看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性都跟虚空一样，五蕴处不处胜？不胜的，对不对？他没强了嘛，已经都跟虚空一样
啊，你得看伊吼，哎，都拢无啊，吼，浮浮浮浮啊啦，哎，已经拢看伊浮浮浮浮啊，有敢那无咧？啊，这样的话吼，他不会造罪，啊，不会造罪啊，我们就不用受苦，哎啊，所以啊，对色已经咧看淡了，然后受咧，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无啊无受。啊，所以精神哦，嘿，要了解到你能落入啊止观意识，你落入止观意识啊，要了解到它在这个虚空之间啊，它不存在哦，伊无存在这个止观意识啊。你这个吼辛苦呐无伊，你这个都拢无伊啊，你迄个止观意识啊，你的意识拢无了了啊。嘿，啊！你即马吼话时阵，你互伊足强，啊！你互伊足强，中间吼，伊得正罪，不管你讲行善啦、作恶啦，迄拢已经吼业因形成，啊！业因形成啊，你一定个因起吼来世，咱本来就无爱来啊，啊！即马个吼，迄来世你个足强个扭来，啊！啊！个来时阵，咱个出世毋是个拢唔知啊，啊！慢慢个大汉。咱的八十田中，各拢有阶，五阴各拢很炽盛，哦啊，所以你的哦遭遇啊，你那，你的你的物件，人啊小甲你讲的俩，你都哦安尼气不破啦，那个五阴炽盛啊，害苦自己了，哦，所以我们先要把它看淡，因为那个是假的啦，五阴就是印居啊，啊，咱卖印。哎，佛龙跟恁讲哦，那生活之中，你不要运胜，不要运受想行识，你都不运，不运机呀、啊，要来翻顶出世的因都无。啊，你无来翻顶出世，哦，你回归本位做好啦，安尼无做好，对不？哦，你刚真贪念凡尘，哦，你五阴炽盛啊，就是贪念凡尘，一定要来，啊，来就受苦啊。哦，何苦来哉？哦，不要了，哎，所以要五阴炽盛的人哦，哎，要自我降服，那个都是妄想心呐、啊。你把它降服，这个降服，你降服了，你的哦清净佛性啊才会呈现啊。啊，你五阴啊炽盛，佛性哦，伊拢和你去摇摆好了，你爱安那就去安那，伊拢哦退个拢无看。看不见的啦，哦，它隐藏到你都不知不觉。可是啊，要知道啊，受苦是谁在受苦啊？哎，还是我们还要再来，还要再受苦啊？还是不用？哎，这还顶不胜卖胜，还不到两分钟哦。佛性本自具足，是具足哪些？哦，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跟佛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啦。啊，你说佛性具足哦，是具足哪一些？我们呢就会讲说哦，具足哦，具足八德啦。哦，我们八德里面呢、啊、都有。然后啊，有哦，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哦，那一些呢，我们都佛性里面呢、啊、都有，哦，都有这一些。那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佛有多少的佛性，我们众生、啊、就有多少的佛性。那我们跟佛是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那只差别在我们众生呢、哦、在现象之中呢被现象迷惑了，然后追求的、哦、又是、啊哦、那个不实在的名利、啊、这样的话、哦、自己迷失了、哦、不说，还呢连累我们亲朋好友。那假如说我们自己呀、啊、追求的都很正确、哦、自己呀、啊、可以脱离苦海，又可以啊带领我们亲朋好友、哦、又脱离苦海，这个就是最理想、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哦，凡尘啊、哦、一转眼啊一生就过了，很快。可是啊我们要知道哦，因果不灭啦，我们所造的因果啊都在啊，所以在凡尘的时候啊一定要哦种善因，善一定呢，哦，这个多多益善，哦，你有善因的，你才有哦善知识啊引导啊，那有善知识引导，可以回归到本位，哦，成仙做佛，
不用在苦海里面啊成立。那我们要知道哦，不管凡尘的哦福报有多么大，都是会用完的。那用完就没了啊。哦，那没了你还要再哦努力的去做，倒不如我们哦哎回归到本来，哎我们呢一直做，然后啊哦我们不哦去贪那个福报，我们就呢哦生死得本，回归到佛性本来。